欢迎大家收看每日星座，我是陈宝源。今天是7月5日，这个视频也是专为今天出生的巨蟹座你而制作的。7月5日出生的巨蟹座属于杂耍者的一天，你们很少有无聊的时候，似乎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，喜欢不断尝试，不断体验，不断的前进。7月5日出生的巨蟹座优点，能鼓舞人心，有趣，想象力丰富。缺点呢，古怪不稳定，你们很善于捕捉机会，拥有超凡的魅力和强大的力量，总能发挥自己的能力更上一层楼。给你们的提升建议是，不要把你的想象世界埋在心底，要与家人和朋友分享。如果不被赏识，不要沮丧，要鼓起勇气地走下去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7月5日出生的名人有哪些呢？7月5日出生的名人有中国最受欢迎的男演员之一陈晓，获得15个网球女子双打冠军的中国著名女子网球运动员郑洁，西方国家元首访华第一人法国总理总统蓬皮杜，还有中国当代思想家国学大师胡润艺术榜最贵国宝艺术家范曾，德国共产主义创始人之一，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克莱拉蔡特金。哇，看来7月5日出生名人真的是很厉害啊！希望今天出生的你能承袭巨蟹座人优秀的星座基因，走出属于你精彩的人生路。相信我，你并不孤单。巨蟹座生日快乐，加油！